弄点水果，吃个猫五干，去峰峰那边啊。装满了，那有我那个时候能装多少就拉多少。就这样就走了。还可以装六箱，装六箱应该可以。实在不行，这个包等下就留在车里面。二三四五六。现在装六箱。好了，还真装得下去了。啊，这里我不想装很多箱子。我那天是小六的，上来。这么唱了，这么唱耍流畅的唱山歌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要不然不给他走了啊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他还没有女朋友了，如果他像你帮他介绍个女朋友，可以，你看唱嘛，赶紧唱，人家就有女朋友了。哎呦，这边漂亮啊！层峦叠嶂高，交通成温，请注意控制车速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！拿了什么过来啊？还有，这是帽子跟。哦，他是早晚都要去跑一下步是吧？对，练练气。在这里跑一下，锻炼身体。刚好又遇上你这个时间点来。啊，没事。那行，那里面坐喝茶，坐。等一下就坐饭了，等一下就吃饭了。先坐一会。啊。你看，我要品尝一下温州的泡茶。我不会泡茶，我是冲茶，那叫冲茶，不是。没事，不管是冲还是泡，反正。对，给他喝可以了啊。反正那边都没有讲什么茶道的，我们那边很简单，茶叶放杯子里面，水一冲就行了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这很简单。哦，谢谢。吃点水果，等一下喝点茶，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我今天我有东西给你带啊！哎呀，把人家给忽略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没看到你。没事。那个，大家回小六，你们路上累不累？还好啦。累吧？嗯。哎呀，来，慢点啊！啊，没事。那这里是亲家母拿过来的。你亲家母叫我带过来的。哎呀，我亲家母还知道我好这一口啊！五点钟就起床做了哦，早今天早上啊，对，今天做的，还要的，现在还要的，你现在早来，你们早，现在我们从那边拿过来的，早上说，那不搞一瓶呢？玫瑰花瓣一根一根根，跳落在眼前，耶，大伯，来，哎呀，捞一个试一下。我亲家母给的暗号，要找大伯的话，你先唱这个暗号，这是鄂东老男孩。我换鞋子好。
我们叫鄂东老男孩不好听，我们应该叫文刚。哎，没事，都可以，叫什么都可以。那我还叫我还是知道的哈。对对对，关注他蛮久的。下次你看到大伯来了，就玫瑰花瓣一边一边边，我听不懂啊。东西有东西。没事，有点东西挺好的。哎，不要紧。对啊，啊，这个发霉的好吃啊！怎么还有这个啊？啊，这是石灰。搞一个，搞一个。哎，我们这已经搞了，搞不下了。没事，去洗一洗。来来来，这个不用洗吧？不着急，晚两天。不着急，真的不着急。不想出来了，不着急。他说他想家了，出来大半个月了。哪有他出来才几天呢？大半个月了，他说。还有，时间都不到。不要乱说哦。一个星期了，是吧？一个星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从人家来了半个月了。哎，村长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知道。才到我这里第一天。我来广西第一周。谁在广西话？啊？谁在广西话？广东海话。没听懂。来广西一个月，来广西第一周。我那个是他就可以上牌的。对啊，我看他那一集上牌那一集都花了。他就是可以上牌他就买了。对，我专门就为了上牌买的那个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牌上了。对呀，都搞成正规军。然后我多了解你。哈哈哈哈哈。你那个也要去洗掉掉了。好的。来，大伯，来，我帮你洗一个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小六在这里轻车熟路，我跟你说，这里当初是你家一样。不客气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小六很惯，惯是蛮惯的。我是第一次来。不客气，来来了，以后再见再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比他还要熟。我跟你说，都很随和的，不要有那种拘束的感觉啊。来，要不，搞一个猫骨干，好吃，真好吃。但是有时候如果去远的地方太远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山里嘛，都是下乡修，有时候去的太远的地方，如果到了中午，然后人家就搞个饭吃一下，那因为跑回来太远了。反正十次有九次都有的吃哈，没有那么多。有，每次看视频都有。可能十次还不到一次，可能二十次有个一到两次这样。不能吧，我每次看的都看到有吃的嘞。你看到那个刚好拍出来了，没有吃的不拍出来了。没有那么。无价香烛。因为农村没办法，我们那边现在打工的比较多，就是老人和小孩。我的时间专门在向小六哥还有诸位啊学习。跟我啊，哎呀，跟我学会，跟我学会笑，哈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疯疯直播间。我马上就让你 welcome to 疯疯直播间。而且开始动手大师。你有没有坏的打击啊？啊，给一套给你哈。不是给他修一下啦？有啊，真有坏的打击机。楼上有一大套坏的，我怕你。你看那个太不打了，那个也不打。打然后要老儿夫小儿、全部都是肉。没有青菜的吗？文刚，我看你还减肥吗？我要减，但是我还是不会放弃我的梦想的。不是减肥意义不大，减肥的意义在哪里？哇，你还在减肥？那一锅好像更大了，那个就这地都不够用，还在减肥。没办法，应该增肥不是减肥。哎呦，大哥辛苦了啊！大哥的招牌汤，猪脚会飘的那种肉，入口即化那种肉。大伯过来种啊，叔叔，大伯坐过来啊。太多菜了。这个是芋头扣。芋头扣肉。太多肉了。还要减肥。青菜都不放你那一边。哦，来这里还想减肥。二哥都吃饱了的，真的。好，你好。我知道。你好，湖北的。哎，对，湖北黄冈的。你去过台那里，然后他就是我的呀。哎，对，我有看过。那啥是广西。坐着。啊，都说他吃饱了。你们这，我在那里跟你聊。来，没有钱来，兄弟们，那个峰峰的，来，叔叔啊，大伯，小六哥的师傅，拜拜，快点身体健康，六六大顺啊。
你这样子搞的话，我搞不动的吗？没事，我筷子还没动呢。你都说了门槛都打烂了，还这么客气？你好像没拿到门槛哦，没有门槛哦。哦，这个这么啊，不用啊。没事没事。我筷子还没动呢，我怕我怕。我们广西的这个芋头要一定要芋头多一点。我听说过，芋头多一点。上次在那边已经吃过一次了。